没有直播，最近播的凶了，在这边穿丢不了。这都是小午餐，还会有那种午餐。汤。饭木啊，吃吃啊，越大只吃越小心。那小只都整只拖走，为什么只吃饭木？
有这个是带巫术，你拉刀。我看一下。还是你要换个吊位，换到我这边。下去，然后有讯号。我这地方也大。我水准了。好险，我刚刚有看到。被他拉直，该被拉直去了。那天右城来，我四肢被拉直，然后这七子干他冲到对面没办法，然后他有中一只法拉利，游超快游多远，他尾巴动两下就咻冲出去了。好啦，就是这个啦，就是在等你啦，不知道我让你过去。这只可以给镜头看一下大小，十九公分。哦，好像多一点力哦。目前是7.5，然后看一下它不到8。好像没有呢。哦，只有哎破了。对，八指，一只八指的记录，野场新记录。Thank you.
在这里。好，再到哪里？先不要，等一下可以。这个老姐有点酸。这么大的，我还以为是扒拉屁股。我们这样会破纪录。看一下，比我两个大一岁。只脚，嘿，好结构，就他们结的是鱼，对啊，哎，我帮你打桩，嗯，我去拿一下钳子。钳子，哦，这个壳好硬，对啊，真的，不会有钳子。你看它没有天敌，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，我钩子在这边，电池，对啊，这样把它上，幸好我大哥，虽然人家说不要放生，可是还是一条生命，就下去吧。我的衣服好臭，我好想洗澡。欸，大哥，你也流太多汗了吧？现在很准就流很多汗了。整个背后好像都湿湿的。嗯。太夸张了，在减肥。这跟减肥没有关系，我瘦的时候还是一样很会流汗。在减肥。嗯，对。我今天整个闷住，然后开车的时候也闷住。哦，背部的。白天太热了。欸，真的。冷气里面吹到很冷哦，然后开窗户抽可以马上变热了。真的。我开一小缝而已。啊，来拍浴户，我第一次用浴户这种东西。对啊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用鱼护。但是你特别去买的，没有为了那个什么要去客房钓，我可以买的。你去客房钓 OK？ 还没，快了。哦，还太热，现在去我会死在上面。那要白天去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不行，十一二月五点多到下午。跟你随时要测都可以测吧。你对自己选择要测的时间？对啊。你人都要抓用鱼护很没有意义。哇，这一只好肥，真的，看着就蛮爽的。哦，我今天全部加起来，可能跟那只差不多大而已。再加几条鱼。网子洗过了吗？
洗过了啊。收东西。今天破无锅鱼记录啊，垃圾鱼差一点，食指的没出现，然后目标是鲤鱼，就今天没有鲤鱼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